2023年10月摩羯座的星座运势。请记住，这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星座运势，个人经验可能会有所不同。爱情和关系，在2023年10月，摩羯座，你的爱情生活和人际关系可能会经历稳定和增长的时期。如果你有伴侣，你可能会享受和谐和相互理解的时光，这是加强情感纽带并一起计划未来的好时机。对于单身者，这可能是一个你感到更有吸引力和魅力的月份，可能增加你的恋爱机会。事业和财务，在职业和财务方面，十月似乎是摩羯座可以充满信心前进的月份。你的工作可能会受到认可，并可能因你的努力而受到赞誉。你还可能有机会参与新的项目或扩展你的工作范围。在财务方面，保持预算和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很重要。健康和福祉，健康和福祉在十月份非常重要。保持定期的运动习惯，注意饮食，压力管理至关重要，考虑练习放松技巧，如冥想或瑜伽，以维持情绪平衡。总结，总之，2023年10月似乎是摩羯座的稳定和机会充沛的月份。无论在爱情还是职业上，都存在成长和成功的潜力。保持对目标的纪律性关注，并照顾好你的健康和福祉，以充分利用这个积极的时期。请记住，星座运势仅供娱乐和一般指导之用，个人的经验可能会有所不同。如果您需要更具体的建议或有特定问题，请考虑咨询专业的占星师。生活中唯一的障碍是消极的心态。请订阅并点击喜欢按钮。谢谢。